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 Roxon 啦。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听过英军集团呢个名咧？冇听过，唔紧要。但系如果我话朗豪坊或者朗庭酒店，大家会唔会立即有画面咧？点解要提起佢？因为咧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系英军集团旗下嘅新屋苑朗图 Antolo。朗图位于科学园白石角，系一个集舒适同埋型格于一身嘅新屋苑。事不宜迟啦，立即带大家睇睇。今次同大家介绍嘅系位于八 A 座嘅 C 单位，实用面积773尺，系一个两房套嘅设计。首先参观一下呢个长厅，大家见到啦，客饭厅非常之分明，空间感好充足，摆放大型嘅家私绝对冇问题。接下来要参观嘅系第一间睡房，空间充足，摆放一张双人床、大衣柜。以及一張書台，客廁方面亦都配備有浴室寶。跟住要介紹嘅就係主人套房啦。首先呢個主人浴室，除有浴缸嘅設計，仲係名次添。主人房亦都設有露台。接落嚟要介紹嘅係女士最愛嘅廚房。这个单位是一个长方的梗柱设计，入面空间足够，足够一对夫妻一起煮食。当然配备有欧洲著名的品牌的所有家电。参观这个单位，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觉呢？如果想再了解多些，无论是这个单位或者这个屋苑，甚至乎这个地区的话，欢迎联络我，我是 Roxon， 到时见，拜拜。